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哥。今天呢，是我在房车上生活的第980天。昨天晚上，房车小分队露营在查尔森水库的边上。实话实说哈，这里露营真的很好，特别特别的安静，风景也非常的美。这一大早上，你俩这是干啥呀？这是？比赛烙饼吗？那么现在看一号种子选手燕儿姐饼烙的怎么样？啊，燕儿姐已烙出一张啊。九嫂呢？燕儿姐已遥遥领先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九嫂烙这个饼啊，比较厚。啊。这是燕儿姐烙的。现在已经一号选手已经烙出一张了。那么二号选手饼尚未出锅，加油。现在两位选手烙的饼啊，基本上已经都出锅了。燕儿姐这个饼比较薄，比较圆，但是火比较大。九嫂烙这个呢，颜色比较好啊，火小。好，宣布哈，并列第一名啊。扒了一地嘞，扒了一地嘞，就是猛话，吃饭了。看小米粥、煮鸡蛋还有烙的饼，简单而又丰富的早餐。早饭过后，九嫂呢把我们这个房车小院打扫了一下。现在呢是下午的2点钟，中午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现在起来呢，决定开七哥这个大皮卡，周边去转一转，村里走一走。从查尔森水库啊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几个人开车来到了一个山顶。真的是很美，有一种一览群山小的感觉。山也很高，但是呢往顶上呢确实是上不去了。现在呢就是我们小车停放的位置，那个位置呢那个山间的位置呢就是传说中的敖包，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山顶，车确实是上不去了。哎，现在我们爬上了山顶，但是山顶上有很多这种石头摆的，这是什么？我们也确实是不懂。这也是真的是这里最高的山顶了，看看，不知道这是啥意思。看看，但是这里的风景真的是好美。不下山不知道，一下山呢才知道我们上来的有多高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九哥，查尔森镇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镇上，逛一逛，看看有没有市场。啊，查尔森镇上的建筑哈、也都有非常有特色啊，是这种青加白的这种建筑风格，可能是跟蒙族文化有关。来到镇上的小店儿。
买点儿。他说啥？他说啥？我没听懂。有鱼吗？有。在哪儿？啊，这里面啥都有。最大个的哈。哎，这个行，挺大的。嗯。哎。高哥，那有四五斤吗？85块钱。今天水库边上的风很大，主要是给我们做饭增加了难度。晚上排骨炖豆角，还有我们抓回来的大鱼。土豆炖排骨，上面酒藻还蒸的小花卷。这是做的啥玩意儿啊？牛肉丝儿，这底下是又来了一脸花卷哈。万一一会儿就开始做鱼了，今天做一个水煮鱼。万一水煮鱼的底料，很快万大厨这个鱼啊就要出锅了。对对对，快了快了，做好了。做好了，上菜了。上菜了，我看看怎么样。哎呀，有个这味儿啊，真香。万大厨做的确实是不错。准备开饭了，晚饭做好了，看，水煮鱼、排骨炖豆角、酒藻还有蒸的花卷，我先来一个。哎，看看怎么样？这样小花卷特别好吃，嗯，不错。花花一吃饭你就来哈，嗯，花花，你看看，排骨你不都吃了吗？我们开始吃晚饭。我们一吃饭的时候啊，俩耳朵就趴趴了。来，花花。